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，美方言行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，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，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，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我们正告美方，玩火者必自焚，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，只会切到自己的手。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立即停止挑衅行径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，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由美方承担。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，不要误判形势，挟洋自重，引狼入室。以美谋独只会把台湾带向死路，只会祸害台湾民众，也害了民进党自己。中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，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。